房车里结冰呢，成冰箱了。结冰呢，矿泉水也结冰了，水也被冻住了，这里开都开不了。我的天哪，电量耗尽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哇塞，下了一晚上的雪，昨天晚上零下12度，哇，哈哈哈，白茫茫的一片，我的天哪。昨天我是在冰箱里面过的一夜吗？四周一个人都没有。哦，过来月儿，月儿过来。哇，全都是雪，还有车上也全都是雪。哦，哇，好漂亮啊！作为一个南方人，确实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啊。哇。的时候还不是这样，下面都是这种土，一觉醒来就变成这样了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冰天雪地，好好玩啊。我们水也没有了，电也用完了，因为昨天晚上开了一晚上的空调嘛，炙热的话就非常耗电，所以今天起来0%了。不过天气好的时候充电还是比较快的，上次我们在新都桥一天充了7度电。水没有了怎么办呢？请看，我们可以去河里打水嘛。我后面这座山看到没有，藏区八大雪山之一雅拉雪山，现在我们是正对雅拉雪山的，在这里驻车太美好了。准备弄点水煮汤圆。哦，哇，哎呀，好多冰啊！回家。哟，天气太好了，拍岩石，前面就是雅拉雪山了，好漂亮啊。这么大的雪其实真的不冷。嗯，圆圆，嗯，乖，好乖。一会儿给你喂火腿肠啊，乖。嘿嘿，汤圆你不能吃，乖乖。小哥哥不能吃汤圆。嗯，我们家妮可在车上都不敢下来，他怕雪，但是小月月就特别勇敢。
趁着拍延时的时间，我们来煮杯咖啡。妮可走，啊，你个笨蛋！我们家妮可怕雪，走远，有点乖，有点远走哈。两个哥哥坐到，哎，乖哈。我们在这看风景，哇塞，风景太好了。还是把这个跟狗狗垫上，这是仿皮的啊，不是真皮。在这里来，坐吧，有点乖，有点远坐。我们在这晒太阳看风景。爱不爱耶？坐，你可坐，坐嘛，乖哈。今天我们来个雪水煮咖啡，啊，哦，结冰了。我的天哪，走，勇敢的狗狗，走。哦，你好。那个外面不要点火。不会。那边。但是我是这里的草官员。我知道，昨天他们昨天都问了我，我就跟他们说，就是你来收。谢谢。不用谢。上面全是雪。